去姥姥家了，她说下午就回来了，让我一个人在家里做作业。不过我的作业写完了。哦天哪，我们家怎么这么乱呀？我开始收拾吧，帮妈妈做家务，做一个好孩子。电视当然要在电视柜上放着呀，电视当然要放在沙发的对面呀，这样看电视才舒服嘛。天哪，快点过来吧你们，让我看看这是些什么呀。哦，这有一颗小足球，哎，跑哪儿呀？放这儿吧，这是一个小抽屉，里面平时会放我的小猪佩奇的卡子，还有我的小足球，还有乔治喜欢的小恐龙。嘿，恐龙，进去吧，把抽屉抽好，放到边上。这个小不点可是我最喜欢最喜欢的小宠物哦，它叫泰迪。我家的凳子也倒了，我家的凳子上还有一个眼睛呢，你快看，可爱不可爱？要累了，我坐在凳子上休息一下吧。